我们看了一下所有的同行啊，往往发布芯片的都是 PPT 芯片，因为发布完以后等芯片出来都是半年以后，等手机出来都是9到12个月了。今天呢，我真心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一款 PPT 芯片，因为我的量产芯片已经有了。要不我拿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澎湃的 S1。他们告诉我这个不要搞丢了，说这一片10亿人民币吧，就这么大啊，集成了11个晶体管。它充电的速度也很快，这个也很轻松的做到什么充电几分钟电话几小时的，一点问题没有。这个我们的这个友商的广告词很出名啊，这是友商卖的8998291199128的机器啊。我们先看额头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对齐过吧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，